王者荣耀急救内限定免费皮肤，他来了。兄弟们，说句实在话，即便以我刁钻的眼光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鬼谷子的七周年庆皮肤，不论是建模质量还是特效质量，它都远超以往的六款呢。你们看这局内效果，我是生怕你们错过了，将来后悔啊！我就赶紧出个视频提醒大家，快上线领皮肤吧。那这次七周年的白嫖活动，经过我的研究，不同以往，非常简单，获取方式呢就在这个活动页面。每天上线和参与对局就能获得道具星沙，然后点栽种消耗星沙就能解锁熟练度，熟练度到200就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鬼谷子的七周年限定皮肤五谷丰年了。最最最最关键的是，即便你没有什么时间玩对局，你也只需要在10月29日或者是11月4、5、6日任意一天登录游戏，就能获得大量的星沙，再配合每天登录获得的星沙，也能够完全解锁熟练度，免费白嫖这款皮肤。但兄弟们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。